什么？竟然拥有三个十万年魂环？只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，竟然能够唤醒青龙圣兽。召唤出你的青龙圣兽吧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。胆敢挑战圣兽的威严，青龙圣兽现。圣兽虽强，但你也只是个灵王而已，受死吧。欺负一个灵王算什么本事？呵呵，不想死的话就赶快离开这里，别多管闲事。我今天就是要多管闲事啊，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让我陨落在此地。什么？七个十万年魂环，这就是灵神级别的强者？这个林清月究竟是什么？可恶，竟然遇到灵神强者，还是先跑吧。你以为你还跑得掉吗？灵神强者，恐怖如斯。十万年魔兽化形，看来果然是暗影族的人出手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灵神级别的强者藏匿在学院里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刚刚对付你的是暗影族的人，我们圣女救了你，你可别不知好歹，竟然敢这样盘问圣女。圣女？暗影族？什么鬼？准确来说，我是圣兽守护者，我们家族世代以守护圣兽为使命，而暗影族则是想杀害你，获得青龙圣兽。而他们想要青龙圣兽的原因，则是想要圣兽体内的圣环。圣环？是的，如果青龙圣兽落入他们手中，他们便会将青龙圣兽杀害。只要青龙圣兽一死，便会掉落圣环。一旦影族的人拥有了圣环，那么恐怕整个异兽世界都将不得安宁。你还是抓紧时间吸收掉这个十万年魂环吧，我们在一旁保护你。十万年魂环果然非同一般，吸收掉魂环后，我的修炼等级也直接突破到了灵君初阶了。真不愧是圣兽选中的人，小小年纪便突破至灵君初阶。你不也小小年纪便突破至灵神境吗？我已经活了五百年了，论辈分我都可以当你祖宗了。我会继续隐匿在学院内保护青龙圣兽，在其他人面前千万不要提及我的身份。大人，我们派出去的人被一个灵神境的贼解决了，究竟是谁竟然敢坏我的好事？一群废物，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灵神境又如何？大人，我看还是让我出手吧。那就由你带队吧，一定要把圣兽带回来。大哥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学院出大事了。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院长人呢？刚刚一群身穿黑衣的人闯入学院后说要找你，叫院长把你交给他们，院长不同意，他们便对学院的学员下手了。院长和新来的林清月都已经